那有醋宝说老花一仙客来为什么我养不好啊？我跟花儿没说哈，仙客来其实很好养。首先你家里面有光照，我家里边放了一颗仙客来。那花说老花一为什么养不好呢？你回去以后不用着急换什么盆儿，这个没必要。你想换盆的话，你就添的好的来。你看这个根系长得是比较哇塞的。如果说哈，你想要换盆是可以的，换大一号的盆，用它原来这种土，也就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，可以加一些肥料进去，用通用型的缓释肥就 OK 了。但是呢，光照一定要足。你冬天给足光照，最难度过的就是夏天，夏季高温的时候，你就要哪凉快给它放哪了，但是还不能用空调直吹。你要如果说老花一的话，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会放到我的北阳台最凉快的地方，就是那种小风溜溜溜溜溜溜的吹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是那最凉快的地方，它就不需要很多的太阳，先过夏再说。因为你像种球类的哈，你比方朱顶红、风信子、仙客来、郁金香，以及多肉类的，还有石斛类的、君子兰这些个哈，兰科类的，它们在夏季高温表现的状态都不优秀。很多的花友是怎么着呢？他怎么种的着？我跟你说，夏季呢，他这状态就不好，就跟我大舅子一样，中午午休睡觉，你以为他要嘎了，好家伙，你就拉去医院给他开刀动手术，给他割了两个腰子，你说他能不死吗？植物也一个道理，他在夏季高温的时候不挂晒的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凉快，让它度夏，对吗？就跟冬眠一样，他不欢死了，你不用管他，让他慢慢去度过这个季节。等到秋天的时候凉快一点的时候，你拉出来稍微给点太阳，不用很多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夏季的时候你就可以夕阳晨曦可以给晒一晒，但是中午那种强光就别暴晒了，你要想晒的话就得遮阳，人用皮肤感受的那种光照，明白了吗？你不要去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给它施肥，给它大量浇水，给它大量的修剪，千万别介，容易给它玩死，明白了吗？它有一定的越冬能力，在山东地区可以地栽，就是冬天的时候冷的时候上面冻死了，你给它用点草木灰之类的给它盖上啊，只要是下面它不是有个球吗，像红薯一样那种土豆一样的疙瘩球，只要那个球不冻烂，它第二年又能长起来，它就这么哇塞，明白了吗？尤其是咱们两广地区的臭宝，你们想要养仙客来，在夏季高温的时候，它上面的叶子哈，它不是全部都捏球了吗？你就把里面的那个球给它拿出，可以带着整个的盆，明白了，你把叶子剪干净，带着整个的盆用个塑料袋一套，放到你的冰箱上一层，就是上面那一层啊，最上面那个就是三度，别低于三度的那个保鲜柜，你可以一直储存，储存在两个月左右，给它再拿出来，它又开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是仙客来外号叫夏必死，还有倒挂金钟，都是这个道理。但是倒挂金钟你就别放冰箱里边了，也是放凉快点地方就行了。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养仙客来啊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。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更多有点小玩知识，我是老花一，养花的自然一，拜了师傅。嗨。